大家好，我是宇宙。有看到我之前直播的人应该都知道我是在干嘛，对？然后在三阶系列，我从那时候直播，我有问大家到底要不要现在进化，大家说这只是进化它，可以水一部影片的话，那刚好不进化它了，对吧？好，那就话不多说，因为想要测试看它的性能，不能耗太多时间，不然。然后这只脚它真的是可以拿到的，没骗人，没骗人，真没有骗人。赞的，这只剩它没进化，进化。超贵的素材，我天哪！这帅真的世界级的贵，哇帅啊，绝险！哎呦，快被冻死！在与2020携手解决事件电视剧《佛灭警察》中串起的演员赚来的钱九成都投注给猫，波动伤害无效，有时候让古代。总动作停止 ，OK。一阶、二阶、三阶，哇塞，这个着色周杰帅爆，还有第二只啊，那还有第二只哎、欸，他有终结不死，以前有吗？没有，现在有增加了一些特殊能力，可是我还是觉得在旧传四星应该是不太容易登场了。等一下，打，碎了。我发誓，接下来这一幕我绝对没有超级心烦，我真的没有超级心烦。但是呢，由于它可以给古代种一些暂停特效，我真的觉得打骨盆很适合。真的，我真的没有想要刻意去抄袭某人。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抄袭不了别人，我真的慢慢烂要死。什么？平板砸到我的鼻梁，真的像血血人吗？看一下，哇，很痛哎、欸，这种。算是一心倍率，可是还是蛮痛的。我们现在大家碰好吧。好，就是问题。我刚不是按到那个分页后，我想说靠雷包成功一次。所以 ，OK， 这好像，等下为什么感觉我的？未来猫死相有点薄，有暂停，但范围感觉好像没有到想象中那么大啦，因为好像那什么，因为就是很小。打骨盆好像没什么特别的，我应该是不会等他打死，因为等他打死我可能哎有晕到，有晕到，帅帅帅帅帅。其实。受运气的还蛮冷，他晕的概率其实挺高的，说实话。看那个又晕了，超这概率其实蛮高的。然后呢，生产速度应该是因为研究力的关系，是比较快一点。帅，超帅。我不知道什么。他涂完色都感觉很像某个 RPG 的角色。哇，直接可以逼啊！其实晕的概率蛮高的。他晕的概率到底多少？有他是不是有机会？有机会是50%还是？算了，不在乎。不要打多久，我这骨盆起来没那么多。其实我总感觉我的未来猫跟仙蚕比脆好多，还是因为它未来猫有50-60分的。我已经60分钟了，等一下也没能量了，他妈等一下也没能量。继续敲死那个骨盆。这个问题，其实单以他的单发来看，他其实暂停概率高。他就跟美女城差不多，就是范围性暂停，只是很概率，很概率。到底我今天，应该缺点时间。心烦，当时要录，心烦是不是录的蛮辛苦？就是一直按，再按。继续按，无止境的按，直接把它停成。
这个人好像肩膀很喜欢装熟的，但是你就很对了。总体而言呢，就是一个单发很鬼的角色。暂停的话姑且不谈，伤害是挺不错的啊，但就算攻击速度跟移速，我真的觉得不怎么样。可是如果单以外表的话，真的蛮帅的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结束了。订阅、按赞、小铃铛，可以收最新影片的通知，或是任何东西的通知。我是宇宙，各位拜拜。